为了迎接甲辰龙年的到来，中国国际电视台汇集了全球9个国家、12个城市的艺术家，共同演奏中国经典民族打击乐经典名曲《龙腾虎跃》。演奏者以振奋有力的打击节奏，融入华乐、锣鼓、钢琴等等乐器和优美舞姿，向大家来贺年了。首7分钟多的《龙腾虎跃》是民族打击乐演奏家李明雄的创作乐曲，它的节奏多变，具有高难度的演奏技巧。这个音乐视频融合了中国香港、澳门和珠海青年艺术家的民间表演，以及欧洲古代乐器、非洲打击乐、挪威冰乐器的迷人敲击声，还有西班牙热情的弗朗明哥舞蹈，展现东西方文化的交融魅力，也祝贺全世界人民龙年大吉，龙腾虎跃，向心出发。